如果让别的师弟师妹知道我在这偷看，那我大师姐颜面王哪儿放啊？我还是走吧。师妹，有事吗？那个，你们两个还没有成亲，晚上不能在一起。啊？师傅说的，谭谭，跟我走，快走。师姐。 你让我再待会儿吧，我把这个脚泡完我就走。不行，走。哎呀，你听我说。走了，睡觉了，回去了，回去了。嗯，睡觉睡觉。快快快！走吧走吧，回去睡觉。今天晚上没洗完，明天早上接着洗。别看了，快走。 那个，丁丁，那个，哦，掌纹说，你们现在还没成亲，孤男寡女的在一起，不行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师傅怎么突然之间多了那么多规矩？他该不会是怕他自己的白菜被猪拱了吧？不行，我得去找他。算了，谭谭，师傅肯定有他自己的顾虑，我们下次还是找人多的地方见面吧。好。猪，本白菜先走了。 不对啊，你才是猪，我是白菜，我是师傅最心爱的白菜。